大家好啊，这期视频是陪我老婆拼这个玩具的视频啊。这个玩具是一个麦当劳的一个车车，然后玩的游戏是 GPD WIN3 啊，这是一个WIN3上玩很不错的一个赛车游戏啊。它是一个赛车模式。哎呦哎呦，为什么要撞我？为什么我不能撞他？这个游戏是有仇恨系统的啊，如果你一直顶撞某一个人，或者撞得很厉害的话，它会就有一个红色感叹号，它之后就会主动撞你。现在还暂时没有啊。全程这样子的开车。哎呦我操，开出去了！放心，这个就是闪回系统，可以闪回一下。闪回的次数在下面啊，还有4次闪回，然后跑这么多圈的话应该还可以，不要太激进就可以。直接超了个近道啊！这是下水沟夺环，这个漂亮还可以。不是我想赢，他顶我。这个玩我老是转不好，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在弯心的时候就转不进去。可以稍微激进一点啊，还有4次那个闪回。哎，不激进了，直接装上了。一直顶他啊，变红了。这个人之后会攻击我。是第二名啊，还是没有超过他啊，拿了个第二，
看看老婆的，我老婆的车车，只要吃十个玩具啊，要整整吃十个玩具才能拼出来这个东西。前面我老婆就是找这个枫叶，找半天没找到往哪儿拼，结果在这个人身上，是吗，老婆？嗯，是的。啊，这就是本期视频啊，谢谢大家。